看看新闻网。兴高采烈的破勇，怀里新生的冲动，寻找灿烂天地美梦。就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扑火，就算轮回只为衬托。你笑你哭，你的动作都是我的神经珍惜的背诵。我喜我悲，我的生活为你放弃自由，要为你做。在舞台上看到两个人的企图心非常的强烈哈。如果声东亚洲的舞台是比态度的话，你们已经冠军了。那我对你们有个建议啊，比如说我只需要你们用按摩棒帮我按摩，结果你们拿着棒球棒猛捶我，就是你们在舞台上的那种拼斗的那种力道，声音可能需要再有一点修饰。这个苏俊不太喜欢大家用那个棒球棒按摩啊，你下次可以用狼牙棒子。但是我想哦，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你们这样子认真的态度，你们其他的歌手应该要学的这样子的方式，光靠天分是没有办法进步的，一定要靠态度，你才能够往前走得下去。接下来我们又要进入到表决阶段，起评分是6分。白灯代表加一分，红灯代表减一分。校长，您先来。加一分。舒俊。不加分。不加不减。陈松。不加分。不加不减。余哥。我肯定你们的态度，加一分。8分。大南。不加不减。好，这一轮你们最终赢得8分，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的位置在梁凡之上，坐到排名第9的位置上。有请